想清楚啊！要跟我回去嘞！我唔是要跟你回去嘞，我会安尼做，是要感谢你，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强用，嘛要感谢你，开这么多钱栽培我。 也唔过你的所作所为，我真正无法度接受。所以我打算，对今仔开始，我要跟你断绝爸仔的关系。而且我决定，我要彻底脱离杨家。 杨正浩，我打你个公鸡盖，杨正浩，你怎么就想要摇啊？你哪会当跟爸爸讲话啊？你给我收回去！我不爱收回去。爸，今仔所做的一切，我知影讲我离开这个家是对的。我袂当去这里弄假。是你一直在挑战我的极限啊！ 你卖伫遐像你是我的后生，我得唔敢抵挡你。爸，你敢知影？我去做了结扎手术了，我身躯边所有人拢咧劝我，因爱我去做逆转手术。本来我跟你考虑，也唔过，我即马看到你对永正所做的一切，更加互我了解。 我绝对袂当替杨家传烟火，我袂当让我的囡仔身躯顶流杨家的血，我袂当让伊让你这无天良的阿公控制一世人。我丢你！陈浩，我哪无唔对？这是我讲的后生的代志。 这嘛是我的代志，刘总裁，明月捌甲我讲过，你真疼伊，真照顾伊。因为这份感谢，陈浩当初要去结扎的时阵，我嘛真反对。我希望伊会当替恁娘家传宗接代。 杨总裁，你今仔日伤害到是我的爸爸。你甲阮爸害到安尼，互我彻底了解。不管阮安怎拍拼，咱两家拢无法度变成亲情。既然安尼，我嘛无需要顾虑到你心情。陈思思，我拜托你，莫阁遐差天灰度啊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想要勇敢站出来，保护我所爱的人。我真正袂当目睭金金。 看到尤总裁继续伤害阮家的人，以后我会甲陈浩做你一个属于阮的家庭，袂因为顶一代冤冤枉枉的改变是伊。不管以后尤总裁要怎对付我，我嘛会继续坚持落去。阮会为阮这代好好重新开始。 恁既然敢安尼甲我呛声，今朝我已经警告过你，想袂到恁同款，也是白甲我透壳顶来啊！三太，今仔人我讲话拢无咧经过大脑啊，你肯定静个啦。我不要做你静啊！你讲讲啊！三太，我认为陈浩甲思思无做啥物唔对，因只是做出家己的选择。恁两个嘛同款。 袂当甲因联络，我着当作无生过即个后生。以后任何个代志啊，我若对无客气，莫怪我想无情啊。三太，我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甲因断绝关系。
又要来攻。陈浩、思思，也是明月，拢是我的囡仔，我永远拢支持伊。阿姨，多谢你。您即马拢要跟我作反的吗？啊！你们联合起来反抗我是无？我袂让恁家电报掉的。我告诉你，陈浩，安内生。先生，该当请你们这里祈祷，莫去伤害了其他人。有先生。既然咱两个人已经脱离别个价值观了，今日用先生是一款礼貌，我拜托你卖别我，卖别我的尤先生，我叫袂出嘴，阿你就卖叫我。我就卖去。咱断绝白阿家关系，你即马马上给我消息，就算死也永远拢袂给我出现。三太，如平安，你莫可惜我对你的感情，一直对我软土情骨。我现在心也是有限度的，你莫想超过啦。我这是讲出我的心内话。思思，我感觉恁做了真对。对啥？天下哪有这款道理啊？后生无爱家己的亲生爸爸，佮要佮伊断绝关系，杨春浩，你敢有顾虑到我的心情？妈。伊做这么侪恶心的代志，这么无体谅的代志，可是我若无安尼做，我的人生恐惊就会去而毁掉啊！妈，你嘛会当跟我同款，你会当脱离杨家，但是我即摆无钱，要么跟我友好哩，上起码我会当让你过较有尊严的日子。告诉给你，人生不是干那有钱就好啊！咱会当互相照顾、互相扶持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你若愿意对陈浩离开尤家，我拢会好好友好你。您讲了真好听，你即摆已经得失三胎了，
我真正唔知你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，我有要叫你气死啊！你敢知？妈，好啊，卖阁讲啊，我即马头壳足痛的，我要起来啉酒一下。你妈妈啦，这个厝还阁有我伫的，我袂让三太去伤害着伊。如萍阿姨，有你伫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嫌过阮爸拄只囡仔出去哩，所以你的日子恐怕都不真好过啊。无啥物要紧啊。自从我离来尤家了后，我嘛无过过什么好日子。有差，真蛮好。对我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恁两个会当去过恁家己想要过的日子，好真朴。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你爸阿姨我一世人拢无法度得到的遗憾，好吗？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。